时间到。超级发泡器。哇哦，干得好。一定又有什么事发生了。这我们能解决的。食谱不同，我知道这和食谱上的完全不一样，但它也是蛋糕呀。让我来看看，食谱上说还需要多加四杯糖霜。看来食谱得做出一些小调整。别担心，有暖虎在，接下来就看我的吧。嘿呦嘞嘿吼，大家小心啦！怎么会飞呢？哦，天哪，是超级发泡剂。我说的比空气还轻，可不是要飞起来的意思。大波波宝危险，有我在，我们是不会掉下去的，这个蛋糕也不会。不好意思，但我担心的不是会掉下去，而是这个蛋糕一直在往上飘啊。没事的，暖虎，房顶重高。火山快喷发了，我们得快点把它弄下去。暖虎，你找根绳子绑在左边的糖衣玫瑰上，然后，就算我们能下去，这里也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可以让这个巨型蛋糕着陆。我们需要等一下。吃不到。很遗憾，至少目前看来，你的蛋糕杰作是没人可以尝到的了。不过这里倒是一个看泡泡喷发的好地方。真的很对不起甜甜，都是因为我的错才让大家吃不到你的超级糖果巧克力火山蛋糕。我就应该按照你和暖虎提供的食谱来做的，你能不能原谅我呀？原来你原谅别人是会这样做的吗？火山要喷发了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是个定时糖果火山蛋糕，也就是说在泡泡火山喷发之前它就会爆炸。照这个尺寸来看，下面的人都会被压在蛋糕底下的。没什么是我解决不了的，起泡吧。去吧。泡泡魔法可以拯救一切，没什么是泡泡办不到的。终于能吃到了。大家百万泡泡节快乐。你要一个人独享吗？